位主任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，还有我们河滨国小的小朋友，大家早！好早！今天首先佩妮要先跟你们说儿童节快乐。那今天办得很不一样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希望在场的每一个大人也会很喜欢我们今天办的这个活动。还有，记住，我们小朋友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？闯完关之后，要跟各位关主说声谢谢，跟导师说谢谢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好，我相信你们哦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活动，赶快开始吧。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我们会长给我们的勉励。再过来，我们还有三个小朋友，要跟各位小朋友呢说说话。首先，我们邀请我们不是新的哦，是原101学年度的自治小市长六年。